今晚我们2019阿里巴巴会员节的主题是宠爱无限，那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大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宠爱呢？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期待已久的田馥甄。是田馥甄，你们好吗？如果我是你，我也会觉得很好，因为可以坐在台下。我觉得今天室内冷气很充足，很充足，非常舒服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座位，然后可以听到不同的歌曲。我刚刚在后台听，就觉得好享受哦。好，那我继续唱好不好？你就不要想起我。
多久了还是美好，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，能有多骄傲，不堪一击好不好，一碰到你我就被撂倒，嘲笑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，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，一个远远的微笑就掀起汹涌波涛，又闻到眼泪沸腾的味道，明明你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，只要你敢不懦弱，凭什么我们要错过，夜长梦还多，你就不要相信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痛。快乐多难得美好，你真的有办法舍得不要，才刚成真的美梦转眼就幻灭破掉，祝福你真的可以睡得好，谢谢，你就不要想起我，希望听完了你们可以以后都常常想起我。好，我们要唱最后一首歌，如果会唱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好吗？上面的朋友好吗？看得到你们手中的荧光棒哦，很美哦。好，小幸运，青青草地，我听见
刻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忍着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知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。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。谢谢，谢谢。